咱们下去推，下去推，我要先上去了，推车。哇塞，你可真是大力士呢！那当然啦，每天做500个俯卧撑，300个仰卧起坐。好，剩下的就交给我吧，哈。哦耶！哎，等我，等我，等我！你给我下来，你给我下来，你给我下来！可恶的表妹不等我，好啊！拜拜了。哦吼，过关啦！好，新的一关，走起。这一关是要跑酷呀！哎呀，我跑得好快啊，表妹！哇，我太强了！哎哎哎！哇哦，表哥他，哎呦，我也掉下来了！我在不停的摩擦墙壁，怎么回事？哈哈哈！表哥可太笨了，不知道找个矮的上来。小妹拉我一把，拉我一把。你找个矮的爬呀。哦吼，把表哥远远甩在后头。哈，我已经过来了。哎哎，表妹拉我一把，表妹回来拉我一把，呵呵，快回来拉我一把！嘿嘿，come on，我在这里吊着，表妹快拉我，快来拉我，这里吊着，回来回来跳回来，拉我拉我拉我！哎哎，你在搞笑的，你是在搞笑的，表妹。你别蹦了，你别蹦了，你蹦什么蹦啊？你蹦，你还别拉我，你拉我干嘛？你拉我就能上去吗？哎，表妹怎么爬得这么快呀？灵活的胖子，表妹这个。表哥是不是很羡慕我身轻如燕呀？马上就追上你了，得意什么？哎，表妹，你怎么不爬了啊？因为我发现那边走错路了，哎，表妹，表妹，哎，完了完了，全完了。笨表哥，哎啊！呦，表哥又顽强的爬上来了。啊，顽强，这才是人类的本质啊！顽强，哎哎哎！我发现我的屁股好圆润啊！啊！